你看我们讲吼，进步以后抬到一栋桥吼，你干嘛干嘛？你今天头发好漂亮哦，像公主妆容呢。对，这是迪士尼系列。太好，一句我已经录三集了。严总，你们要去长尼对不对？那这个为什么要去长尼？我们叫他瞎啦，瞎啦。刚好讨论闪烁的世界动线集。他说，摩伦那都买东西，真不容偷哎。你这么爱吃炸物啊？比较方便啊。我们这是真功夫。你们那边都是马小姐收的呀？我们这个是艺术感。对。艺术是没有答案的。对。没有答案。对。真的是书香脆，好吃。好。感觉好像有家乡的味道。哇。而且我们就一起被养胖吧。我不是很胖吗？东球 model 节目当时扮演的啦。就问问，曼妮不好是客家扮演？不可能，不可能。叶婷妹客家演？真的不可能呢。哎，我敢服掉粉啊！哦，对哈。哎，对，还好。提醒哦。客家健身啊哈。不可能演哦，我就讲一年消耗5公吨的胡椒粉。各位天使给前面的广东朋友大家好，还有来自香港的朋友大家好，我杨淑坤一家之主，今日同朋友来到新竹亚岛 V 耶，新竹亚几年呢，其实有青苔的编发，越来越好上哎，而且人家讲呢，最多金的城市就会都新竹，莫怪啊，你动作中来到两片，就是。是不是很老年啦哈？好了，莫，你看我们讲进步以后抬高一栋桥哈，你干嘛干嘛？你今天头发好漂亮哦，像公主妆容呢。谢，这是迪士尼系列。太好，你我已经录三集了。这个 G U 很棒。好了，进步的来宾来了，你讲四朵花。哎，对，好了，新老朋友都给咩品胜欣赏？阿斯乔师傅，超人师傅。好。哦，超哥好。好，差不多来翻到超地好。哎呀，你有 MV 老太了。对啊。好，看一下两片是林俊基师傅。我是朋友，大家好。欢迎好。马上来分享到的是风吹残水站，是来自福桥的表姐妹哦。分享到燕麦子、小琴子。欢迎福桥的好朋友。哎，大家好。你好。想什么？没错。大家来看一下，冷翠的阿片咪是江西妹哦，伊哋系亲嘅姊妹，来自新竹嘅汪树莲咯，汪培花，欢迎欢迎欢迎！哎，系咪来过诶？有来过吗？有来过吗？没有，哎，感觉很像是老朋友哎。哦，谢谢。可能漂亮的对我们来讲都会有点熟面熟面。对，所以我对你就不熟啊。因为我不是漂亮，我是帅气。哎，帮我接一点话了。好了，两组的参赛者来自木桥的蔬菜，想问一下凤姐姐姐，木桥也倒闭，有推荐吗？噶好高好色好料的么？寄生的观光工厂，有可以去做 DIY 啦，去手做啦，都很健康，有一些产品可以提供我们哦，养生这样。哦，该片系做在自家来做 DIY。对。哦，我也事先预约。对。有签吗？不是，哇，很好哦，做也不用钱，不是，哇，真的，你喜欢用的事情，对啊，好，上拜了你，嘿，好，我除了福桥的一片，就在共创之外哦，来新竹市的一片，每日撩你的发饰，假日花市，对，对，假日花市，他那边有什么？他那边有动物园呐，有樱花，那个花市里面有动物园，有啊，花市边上是动物园的。旁边吧，对对对对对对，就是也可以玩啊，小孩子，那完了以后也可以去吃东西啊，反正等于假日的夜市这样。对，不说都行住 Tiki 哈，永远不会无聊。对啊，真的，一日行程拍起来。就算你没带钱出门，没唔怕，因为做的是那寄生观光工厂，可以导演按照古台吧，你走得到。好啦，马上就有金行 Tiki 馆的挑战。下色变好彩，两嘴用剪刀杀头部的方式，轮蛋托边上地度的色彩，沙蛋爱滴寒天的时间地度，做出莫汹涌的变化。生来两嘴会抖出物界好明星呢，一家之主穷下来吃好彩咯。好，分享又出来，安利一家子做一百宝箱，到底地度有物界呢？好，根本你个分享，继续其他的喵按到小朋友的白。我笑。
都是小朋友喜欢的啦。好，看一下地板上的东西就哪些了喽。哦，哎呦呦呦呦，糯米肠啊，这个喜欢吃吧？米肠，对对。还有给好朋友嘛个，蛋黄，那个给好几来，这甜不辣，辣，那个盖卵的豆腐，哎，真给还是一般呢，还挺硬的哦，跟那么一般，还真的只有给我们一般，莫盖哈军冻豆哦，哈军，哦哦，这个是不是最朋最喜欢的盖科的哈？金针菇，很久了呀，金针个铁神呐，对，挺久的，这个也是。服务员花生酱，水母鱼啊，还有这个香松啊，小朋友的水好啊，风盘雪啦，因为蛋肠雪都冻好雪。好，干力先来小组讨论。哦，咱说来讨论一下。慢慢的，刚刚听到这么多食材，有没有对哪一个食材比较有直觉有感觉？好像炸鸡块好了，比较简单。炸鸡块就直接炸一炸，炸一炸的话，第一志愿是鸡块啊，鸡块，第二志愿那个虾仁，圆圆的那个叫什么？哦，甜不辣，甜不辣，跟它炸在一起，就我们都用炸的。对，海苔是吧？就大肠跟小肠，对对，切片下去炒就好了。也可以用炒，用炒的比较快，切片炒下去。还是板条比较好，板条也可以。花生酱。花生酱也可以，然后调整一下，味道花生酱超配，其实蛮搭的。对呀，其实蛮好吃的。但重点是，我想猜拳猜赢了，好吗？赢才也可以。对呀，哎呀，要加油一下，要加油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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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加油！假如真的被抢走了，啊，抢走就花那个虾仁呢？哦，糯米肠那些可以。虾仁炒饭啊，这样我们应该选项很多。对对对，好，来，徐不来。二三，加油！亮族都已经小组讨论后噻，我吃到个啦。其实我们今天蛮和平的，压掉后继末，而且好像大家想的食材都不冲突，干脆直接拿好不好？啊，莫，他已经逼衰了，所以先排出任务代表。好，慢，来，接来，石头布，好，准备了，电头石头布。Yes！ 不要抽走我们要的。没关系。来，不会。记得哈，刚刚那个。点莲藕。那个大肠跟米肠，对不对？对对对。香肠跟米肠。盐草来。你们是要做夜市料理哦？是啊。我帮他拿哦。好。米肠。点莲藕。Yes！ 啊，那我已经先。现在换佩华姐。来。啊，那我现在只要选一个。要选哪一种？鸡块呀，跟甜不辣。我们的第一志愿。啊，对，这第一志愿两个选好了。所以俺用砍下来完全没有重叠。完全没。来，第二位代表直接出来，来。好嘞，剑刀石头布。哦呦，张磊。我想。基本上我们直接选第三、第四志愿，刚才就讲到。哎，完全不冲突。刚刚有讲到豆腐吗？对，有他就说这个饭就好。好来，小金记得。好，安逸的位嘛，香松还有哈军 ，Yes。好和平哦，好棒哦。唔怕，你看观众朋友们就在想看一下，到底两组嘅来宾，哎，做出嘅料理系乜嘅？我唔错，马上就有进行体馆嘅挑战。好，亮族那一堆已经出好几个食材，看起来都还照其他的想法来先到食材。先来蒙看呐，风吹有信心吗？有。哎，蒙看，看一下冷水的阿片，冷水有信心吗？有。哦，加油。好，亮族都已经准备好食，其实我也蛮期待的。都带四姐妹，我看我边吃嘛个料理呢。好，马上倒算，3、2、1，抢快是。哦，抢快了哦。我真的第一次遇到这么和平的状态，没有抢哦，完全没有，没有重叠呢，莫拱脚哈，对，而且完全没有要你们的，怎么没有要选板条哎？但也有可能是他们忘记有板条，因为跟那个冰箱门有点像，因为又对阿妹哦，他虽然走在洞尾庆冰箱笨箱，但是他会忘记里面有什么，他有的东西真的看不到，对，越放越里面，蛋呢，是，不，又按用力，来看一下，好。油会太少吗？因为香肠会出油啊，但汤我纯油，所以也还不用太多油。可是姐姐，你要用的时候跟大家分享你的做法好不好？对啊，为什么会选这四项啊？等下给咱汤到米肠先白白的，对，按哈金白白，按长差不多给葱黄头筋，白掉塔香吗？塔香。对，我大胆假设，就是像人家亚西哦，又可以推的那片很有名的，炒那个的。炒三杯该种，有一点接近啦。哇，哎，你还冻好咸呢。看哦，猪血糕该。炒。它又得因为它很爆谷。它就七连叉吧，很炒。可以。
姐姐还是有一点紧张啦。哎呀，对，你是紧张来。盐桶你们要去藏泥，对不对？那这个为什么要去藏泥？我那个了，瞎了，瞎啊！等一下，我有点难理解。累，录第三天的第三。他今天哦已经太累了，所以哦。我帮你顾这个，你去去藏泥一下。你们继续。我想说，是不是我的厨艺太差？不行啊，太高，我还不敢问地方。那有剪刀？哎，给妹妹你来报名的呀。对呀。哎呀，你姐姐。哦，这个嘛，想我来报名啊？诶，我明唔知系阿罗太讲诶，叫诶，你做对报名人，你会？阿罗太系蛮硬的吗？他蛮硬。不是刚哥。重点是个那个。正刚哥。刚哥了，你干嘛做啊？错错错错。就是差一点半，叫半用转去哦，我一下进了哈，该啥？咸猪肉炒饭，你老娘老公有按钮冇？啊，我就老汤下晒，老人家的。所以你都是从福桥来哦，系本身系福桥，你系嫁过去嘅。哦，我本身福桥，我系中六科呢。你中六科啊？系啊系啊。我老公咪中六科呢。哇哇！伊系哪一家自备？慢四倍。慢四倍？系人家阿公嘅自备咧。阿姐哦，阿公要种子慢啊。哦，你们跑得比较快，我们比较慢。那姐姐呢？我大竹伯。哦。都在大竹北，竹北有天音，嘎不可以，摸嘞。等一下操控下以后哈，那个该梅头系用马嘅方式来挑，因为我看你准备香蕉呢。系啊，有香蕉啊，齐天菜嘛，那重点嘅齐天菜怎么动向？你剪得好漂亮哦，还可以啦。你要走灯哦，阿灯你看，这个可以动不动啊？要给伊看一下篮球。切两位美女，哎，我们在切这个甜不辣。我跟你讲哦，刚才讨论展示了徐姐的动线机。哦，他说，摸轮那都买东西，全部轮好哎。你们这么爱吃炸物啊？炸物比较方便呢。哦，切掉。可是要剖东西哦，油温的控制挡重要哎。没有，那这样差不多啊。然后因为我们吃那个油炸的，这个会腻，然后再吃一些豆腐。综合一下，所以两菜吗？一个热头菜，这个油温要给起一下。好像你最忙哎。对啊，因为你的皮料冻简单吗？因为我们的战术啊，等一下皮厚那一波也中。我觉得他们好像比较少煮菜。要几个形容词，优雅。我靠，还没有玛丽亚。还有吗？有。我们这是东正功夫，你们那边都是马小姐做呀。我们这个是艺术感，对，艺术是没有答案的，对，没有答案，对。我觉得他们好像比较少煮菜，要几个形容词，优雅。不卡黑没有玛丽亚，哎，有吗？有，有啊，你看。你看，我是不是说新竹的特色是什么？抖音。新竹的特色是嘴巴讲。而且他们家玛丽亚有形容词，叫成群的玛丽亚。感觉好像会跑过来。啊，俺豆沙音的用。我要用煎的，那你要煎的哈。对。啊，有切的吼。切好。那姐姐，你家玛丽亚今天放假吗？玛丽亚好像是。那姐姐你还做嘛该挑的哎？我没有做过吃的。其实很多都做过，早餐店也做过。真的？对。好，那对你来说，英格豆腐要煎了，会烫喽。小心呐！用手可以吗？你就直接倒进去。我们这一关有没有厨师帮帮我啊？哎，真的没有。这个直接倒进去就好了。直接倒进去。直接倒进去。再把它分开呀！啊，对对对对对。哦。对，再把它分开，对，比较好煎呐。做埋近一看鵝背吼，煎豆腐需要用雞卵豆腐下好呢。雞卵豆腐下硬，哦，還有彈性。好啦，有看到一點曙光了。有看到一點畫面。有啦有啦。紅燒。對。好，我們等一下過來看好不好？好。好。先讓你們放輕鬆去做。好好好，謝謝。不能離開這個平底那個加熱的，它會洗掉。你這個哈金魚線路狗嗎？摸路哎。可是我就有一个问题哦，因为该行诶，唐吉龙沙公系强，就是像那种夜市诶，炸落去叫叫炒落去哈，但他们现在其实很愤快都会炒诶。哎呀，哎呀，哎呀，按两张抽啊。哦，这样子才油在这里。该孙红该帮我做嘛该？
啊，这个是最后的要炒。哎哎，得俩炒，得俩炒，得俩炒，该炒回啊。啊，米葱美就先煎过嘞，煎过嘞。然后来进行最背面，然后给分享下。嗯，来，也是最重要的挑母也匍匐。对我怎么看，我都觉得第一关我们一定会赢。希望，希望，一定会的，一定会。啊，两位啊，这道理啊，下喊到福卡东集中出船吗？有啦，打错，打一错，打一二，打一三错。嗯，你看我们都是中正功夫，你们那边都是马小姐做的呀。大姐姐。够下去的，冲头油嘞！一冲头会吸油的哦。嗯。哦。唔，一冲头油，唔敢上头油。唔怕啦，上次我不是直接穿唔会肥啦。油其实对身体也是很必要的，只是我担心现在有点太辣。对。哦，是哦，太辣了。姐姐你好会用筷子哦，下次应该是夹不起来嘞。你讲话去紧张啊，你快夹米哦，好嘞啦。不论是表现动哦。好了哈，这个下去了。虾仁哟，你们的酱挑好了嘞哦，挑好嘞，那里面有什么？那把虾仁放进去。酱要炒到哦，酱要放中间要炒到，不是等等，酱要放中间炒，对。加地板就干嘛？对对对，炒一下。葱啊，酱油放在头。炒一下，炒一下。酱油最好，最后。嗯，米椒就吗？炒一下，给我放葱啊。炒一下再混在食材里。要糖。对对，这样就可以。但酱是头油够老汤哦。诶，又头油又头油膏，哦，又汤，又汤，对，咸香咸香，嗯，现在差不多来，对啊，哇，这个真的，真给油枪哎，真给养的啦，真给养的，可以了，可以了，酱油，是呀，你点火，一定要火，好，一定要火嘞，刚刚不是说养生吗？对嘛，还要香油让它香啊。冇香就冇香啊！这样子的话，那我们就这里来锅里改变喽。好，下次调酱，那你就调好了，调好以后再放上去炒就好了。你用啥？很多讨论战术吗？没有。哎，这个剃头这种变熟一点，它比较湿喽。对，可能是蜕变吧。姐姐，所以你们要加什么？酱油呢？你的酱油呢？它没有酱油哎。你这样讲，观众听不到。啊，加酱油啊，酱油啊，葱啊，辣椒加进去就好了。把这个代替糖、葱啊、辣椒就可以加进去了，加一点点醋。对，粉丝。对。还有吗？可以，还有什么？水。加一点水。对，因为这样比较。那有要加糖吗？要。糖其实那个花生酱就代替糖的。对。花生酱就是代替糖了，因为豆腐怎么煎成这样？我们这个是艺术感。对。艺术是没有答案的。对。没有答案。对。没有，他等一下会把他这个东西下去炒了，他要把酱也要再炒过。对呀，他要放在里面呢。哦，对呀、啊，那你就用那个糖加一点点吧。好，哦，这个是糖，对不起。姐姐，你年代那故乡在哪岛耶？你原本的故乡在哪？原来在陕西省。哦，陕西的料理有吗？该特色料理？嗯，面食吧。对对，都是面食。你嫁过了以后讲好客话，才学客家话的。对。那你最爱的客家菜是什么？可以加进去了。酸菜。咸菜。肉片汤。对。对不对？肉片汤。嗯。然后冬粉。哦。对。这样就可以了，可以加进去了嘛？你说要加热吗？要加进去啊。好，那我先帮你开火。啊，对对对对，融在里面呢。好。那佩华姐，你有做阿婆吗？我还没呢。小孩很大了吗？30多岁了。哦，那要叫他赶快哦。不用啊，干嘛要赶快？对啊，女孩子很厉害，独立就好了。我说要叫他赶快把这边的葱啊、蒜啊、辣椒，都加进来了。对，他都加进来了。其实这样还会走的哦。其实你们可以做家乡味，我觉得会蛮有趣的。你们要成牌了是不是？对对对，我们要成。那我们就来去倒数喽，吼。天朝马松葵是都酸。是。九、八、七、六、五、四、三、二、一，时间到，马上就要吃吃看啦！体育馆，那么开面试卡站到咯。用族内都用一个平常现出来的料理，变出好菜耶！先对风吹，睇下来吃吃看啦，金头金头呢？要先用闻的，哇、哦，是做的薄一版嘞，好香哦！它的塔香很入味。而且不难道做，感觉挺好，不过呢，肚肚好，
用了同朋友，嗯，用个姐姐吃到娘班嘞，自家按我自家嘞哈，开心。妈妈妈，我会做的，我会做的哈。也可以收钱进吃到娘班，就当好事啊，当好事。我家里不曾这样煮，对，这一道菜真的不是煮啊。嗯，所以你们刚才的酱就是有加糖、酱油、调味料，嗯，哦，加中下就好诶，简简单单变成好料理哦。系啊，虽然看起来简单嘛，不过吼，俺真正在安样讲，比亚细地白都吼，买开种很好好选，真的很好吃。嗯，很好吃，当好选。姐姐，你刚刚我听到你们这边两边很开心诶，分享什么？当好选。有吃出来它里面用那个九层塔、啊，有很香的味道。嗯，那子玲姐姐咧，不错，但是我觉得我们的歌更好吃，一定是的。好，来试试看，用鸡条酱哦，还有特别挑几个，该用又加蒜子，有加花生酱，还有那个葱哦，水稻酒，还有，来，赶快试试看哦。我感觉像吃了三道菜，蛮好的。嗯，姐姐吃到用板豆腐，是第一次尝到这种味道。很新鲜，很新鲜感，也不错。我试试过哈，就金鸡车牛排，冬香，嗯，新出的一个板条酱啊，清油面，里面有带点颗粒啊，落落几滴度。改下来试个试试哦，那就夹银糖到阿姐讲，哦，我夹的真好。你嗅到上瘾吗？搞什么嗅到？我们再讲一次。没有啊，真的那个味道啊，口感刚刚好。子玲姐姐呢？我觉得我做的豆腐也很好吃，哦，非常特别。虽然每大台家好动关系跟梅头，不过仅仅就是跟豆腐，我觉得到另外一个摩球人的梅头不错哦。不同的味道。等一下哈，准备好一只就平行的选择嘞哈。好。大家来看一下，等一下师傅的评分哦。劲肿瘤，马上成为强力的超人师傅，呛粉粉酥。哦耶！粉，大家来看一下阿吉师傅呛粉粉酥。谢谢。恭喜两粉做嘛个喏？超人师傅呛公平。好，该袂分风吹俩吼，嘿，因为伊该炒的该火候到位，还有俩憨米啊、姜米啊也到位。嗯。啊，蓝队这边可惜一点，该跳符。应该该这下倒掉的，你煮一下，喂下好。哦，酱再落去煮一下啦，再酱下倒掉。阿吉师傅，你要想法咧？哦，那一本风推两片的，嘿，那个味道啊，冬香，很有那种下饭的感觉。你该锅气啊，那个酱香有炒出来，那整个香气就是很下饭呐。哦，那蓝推两片呢，它大葱嘿，它个那个甜不辣啦，么？有太多个变化，因为做的老家一袋个甜不辣呢，容易去炸锅，去炸锅就会膨胀起来。啊，膨胀起来之后，你可以切一点点之后呢，然后里面炒那个咸酥，啊，就该酸条啦，还有葱啊，不会炒一下胡椒盐调味，不会塞到里面，它就有点像那种咸酥饼那种感觉。哦，所以做的就卡多个偏发用，感谢。哦，师傅给建议呢，睇起来做的糖起了，因为南版的就做来偏发一下，可以有 Q 红嘅彩色，变成梦红嘅蜜桃。不过三好嘞嘞，来看一下孙子师傅带来乜嘢好料理，我来老太家分享咯。师傅出台菜，好，轮到你啊，孙子师傅来表现料理耶。请问菜名系乜嘢？川味椒麻口水鸡。哇，口水鸡还挺好食。好，来一种系仔炊啦，哦，仔炊。哦，两个鸡嘅咧，我就用两个面肠来做。哦，我董少云用两来做啦。嘿，第二个黑的个绿豆皮，哦，大概用绿豆淀粉去做个，所以它会吃起来凉凉的，像 QQ 的果冻这样子。哦，点它呢，会不给铺底，还有西酱汁会冻火先。哦，好，还有个宫保，哦，宽味鸡，还有两个梯条，嗯，好，还有熊吹，还有这个小黄瓜。嗯，啊，酱料的部分呢，就用在胡麻酱来做胡麻酱。哦，西豆就有卡多个层次。哦，还有辣椒，还有醋、酱油，还有花椒油跟。用油来做两个酱啊，两个酱就做得来做个像凉面呐。好 ，OK， 好，那第一个步骤呢，就先来做个鸡肉的部分，面肠哈，帮你切团，哦，这么的团哈，哎呦，帮你打开来，哦，所以划几刀？两刀差不多，哎呦，你就摊开来嘞，好，啊，哎呦，帮你切开来，哇，好，摊开来，哦，这么的切团哦，哈，因为我觉得比较像海参呢，真的是。
酥香脆，好吃。好，我觉得我们就一起被养胖吧。我不是很胖吗？东球 model 节目当时扮演的啦。再问问，曼妮不好是他给他扮演？不可能，不可能。叶婷妹他讲演，真的不可能呢。哦，专门在切团哦，哈。因为我觉得比较像海参呢。边好旁边弄它冷静比较好。哦，因为素食它没有答案呐、啊，外表像，口感像，你可以去的。不给呛。也可以这样变鳗鱼喽。对对，不给炸，不给定型呐、啊，哦，不给定型。那鱼要拿去炸。不给剖，哦，不给定型。哦。问题我够对哦。不是痛糕，哦，不给炸，以后就好嘞。好，了解香菜，哦，不给切，你哈。有问题都在摸的哦，亚达比亚有你是宅吗？摸摸摸摸。好，那该小黄瓜好，帮你切啊，小黄瓜丝。哦，我切没切片还切细哦？切丝。好，这么得切挺薄的哈，我帮你切它粗一些些。它有口感没有？嘿，要该好粉皮帮你切一下。好，要该粉皮好帮你通一下，好帮你通一下。你通过没发块呀？没浪费呀，通到软体就好了。哦，好，意思是嘞，哦，一下时间就好了哦。这个是绿豆淀粉走出来的，我以为是鸡肉哦。嘿，好，然后呢，就两个调那个姜，哦，那个姜很简单，哈，胡麻酱帮你，哦，倒起来。应该他讲叫做川味，川味佮本性有两只胡麻酱。有些人会捞两剔条，花生酱，哦，辣椒。辣椒。调酒，两个黑醋，然后红酒，然后本来有点麻麻的口感嘛，哈，麻麻的香味，两个花椒油，差不多都一比一哦。嘿，哦，本来搅搅以后就好了哦。好，两个冻简单。像那个中立的福群，还没有加米干啊，没还有两种酱。就，好，好，两个好就本来不用。烫到软之后呢，泡一下冷水，好、嗯，然后就可以不用松了嘞，哈。厉害了，好，好，大概我给你沥一下水。所以免冲啊，都再采地白毒出了，那就做盖肉。另外，一喊就买个其他的变法吗？卡多就是直接炒酸菜啦。哦、嗯。啊，还有你都得做大概素排骨啦，哦、你都得腌一下呢，沾大概剔条粉，啊、嗯，不给你炸就变成酥炸排骨那样。好、嗯。你就捞点橙汁啊、金酱啦、啊，我就做点做东东个料理。哦、嗯。两个凉粉，好、哦，不给不用下来。哦，还有个小黄瓜，不用上来。这个小黄瓜不用给它加盐吧？哦、嗯，是，嗯是。好、哦，两个哈、哦、面肠，好、哦，不给拿起来。你怎么知道它会好嘞？金黄色嘞。哦，好，我们给你沥一下油，好，也就酥酥的了。嗯，好像可颂哦。可颂，真的切下去，削削削。真的，烤烤烤哦。我好像真的已经被你骗到了。又皮又肉。好，了解。detail。这个不用给它打碎碎。嗯，没相关。好像蛮简单的。真的还蛮简单的。好，两下呢，大概好酱料撒上去，淋上来，哇，好像好好吃哦。好，大概川味麻辣口水鸡，阿娘就好吃喽。我哋喺关帝都本地餐饮食道，我讲很多口水鸡都带人用来做，记清楚诶，唔过先来品尝看呐。又酸又……这个酱料好赞哦！哇，因为哈蛋肠汤嘅材料，按照嘅川味应该是黑到一般咧，唔过按雪落鸡系完全不辣，它反而是用香麻。哥哥，专味是干哈干的吗？乌醋吗？白醋。白醋。懂咱的喂，懂刁你的米切喂，嗯，真好吃。两个姐姐做牛排，素鸡真的是非常像素鸡，很好吃。哎，素鸡对，可是看起来有像鸡肉，有被骗的感觉。有些像给牛哈，真的是酥香脆，好吃。好，好吃哈。就金金做牛排，就很好吃。我挺蒜吗？没啦哈，有一点麻麻的有冇？
花椒，那是花椒的麻，对不对？花椒油，我超爱花椒油的。我们都不敢吃辣的人，就觉得还不错。麻在舌尖，唔会辣到心肝肚皮，好吃。该花椒和些部分之多，是该需要到系第一种口味。那么是黑芋还好，它舌根还会有一种香气，进来进出来，真的是非常享受。感觉好像有家乡的味道。食物就是人跟地方的连结，该下吼系阿吉师傅该表现，莫阿超师傅没了，阿吉师傅来分享一下，互相交流一下。我爱讲过俩口水鸡，莫年轻看吼，曾经我以为该系鸡肉，一片都诶。嘿，阿该花椒不用都嘟嘟吼，也实体有冇？有卵水没？有块是分泌诶，有肚皮诶。真的有口水耶，他刚刚有感动吗？有啦，我建议我们就一起被养胖吧。我不是已胖吗？高三好了，挑战 Andy 捧出掉两分，蓝队要加油喽！好加油哦！马上来进行最北米馆的挑战。料理大都市，大家有卡都有选起自家的好美食。两次爱在寒天的时间地度，用带来的秘密武器，做出一次最赞道的四季料理。都带来大家明星会较上瘾呢，一家之主，叫下来大都市喽。这一关呢，就是拿出自家的秘密武器来变出不卡青山丛的一个好料理。现在可以哈，风吹带来，你还嘛该？风虫椒，这样还可以还好吗？好，有没有？有一些红萝卜是可以用冻浆呢，因为它就是红色的皮表皮。哦，可以用猪油变的，是吗？用鸡油。哦，也可以用鸡油变的哦。鸡油变的，所以它很香。冻用。用鸡油哦。对。那我都拜吼，上张眼反就白呢。我都用最便宜200块的。哦，那此油非彼油。此鸡非彼鸡。啊，给咪大家风虫油。嗯。我来做个料理，菜名我都冇改。客家板蛋，客家板耶！当球模特节目当是板蛋的啦。我就问问，卖你唔好是客家板耶？不可能，不可能。你听咩客家音？真的不是不可能呢。好，顾设计也选我们了哈。哎喂，那还用问的呀？最北米馆有信心吗？有，加油哦！好，加油加油。好，刚好哈，上集团的细节啦，这是要讲到台湾去最好食的客家菜。就是嘛，该番菜、番菜，你看，可能是加酿高面，是吗？对。哇，这个怎么做？简单到大家就自己买那个菜，菜市场买菜，买来以后太阳晒一晒，盐巴腌一腌，好了就可以吃了。哦，对。今天我做个菜料理的菜名，按到嘛该？番菜绞肉河粉卷。哎呦，河粉还煎起来了。大家就听我们说说哈，最后一关有信心吗？有，加油加油！好了，第二组都已经准备好势，现场马上来倒酸，三、二、一，抢开始！好，到底开始做咯。我觉得其他的做菜都很得我芳心，真的。一片是板蛋，一片是咸菜，啊，板条美酒。对啊。河粉哇、哇啊！记得今天板蘸哦，其实国家乌哈乌卡盖板蘸没买强强哦，像我们就是不加糖欧。我觉得有加糖欧的都不好吃呢。我们大家一定会加。我们去看看有没有糖欧。一定会加。你不喜欢吃是不是？啊，有糖欧。所以那是灵魂诶，最好吃的东西，最好吃的东西，你怎么会没微信啊？啊，这没是副口音哦。可以吗？可以啊。你们不是加韭菜吗？有啊有啊，有韭菜葱啊，香菜那个，跟你冬，跟野菜哈，有季节性的啦，莫葱头肉啦，也该是猪油也解油，哎，解油，你解油等下那里别东西嘿，来下，哇，这样可以了哈，不要多了哈，根本一个该普通那种解。盖油来煮出来，它就盖盖油，它就风冲油，地表面是盖油。对，我全部用盖油去煸的。真的是灵魂呢。没，佮老一只鸡完全的还有用到。就是因为我们吃盖油有盖，所以有盖油，盖油。所以那些鸡现在都变灵魂了嘛？是，哎，变灵魂了，很好哦。等一下，给炒板这样的料，昨天老太家烧盖一下吗？阿姐。这个香菇啊哈。
它是卖给布利的香菇，是哦，蛮红的，哎，它又香，虽然表皮看起来不漂亮，它非常香，它那表香菇表皮擦擦，啊，你那红豆酒，因为红豆酒给香菇冻死酒，姐姐，我看你厉害，拍跳摆又开传堂哦吼。无啦，还是讲每次聚会啦，大家在一起啊，就会大家说哦，煮汤圆。哦，哎呀，他刚饮酒啊，用药团圆的虚接球是板凳。好，哎，你等下给我多转来啊哈。好哦。你第一句学会的客家话是哪个？东火蟹，哪个东西？它是什么？哪个东西？哦，你婆婆对你马东西。不是，他说马个东西，东火蟹。要讲完整嘛。哎，莫干胡椒粉呢？哦，对哈，哎，对哈，还好提醒哦。他敢晋升了哈。不条命呢，我就讲一年消耗5公吨的胡椒粉。来来来来来！哇，感觉有进入主场了。有哦有哦，这就是他们最擅长的料理啦。这个就是猪脚肉嘛。对对对对对，猪脚肉。哎，姐姐，你刚来几多年呢？我来30年了。30年？那你第一句学会的客家话是哪个？东火蟹，哪个东西？它是什么？哪个东西？哦，你婆婆对你哪个东西？不是，他说哪个东西？东火蟹。要讲完整嘛。那你婆婆听好生你做嘛？该猜。蛤蜊、菜花。那我今天有做这个啊。这个是又是什么？这个？那个是。这我最爱的海蜇皮。海蜇。对，海蜇皮200。一起干走哎！对，我自己做的，冻麻烦呢。对，这要先泡水啦。而且海蜇皮它又粉，又海蜇皮也挑它硬。对对对，头比较好吃，比较脆。对对对对，我比较喜欢吃头。好，那这位美女，好了，你现在备好这个料，为什么小黄瓜会分两种？哎，这个是跟海蜇皮搭到一起，就是凉拌一下，等下搭个颜色。啊，这个是摆盘用的，我们要就附。那等一下河粉卷，我们要卷的时候，我们再过来看好不好？好好好，我们现在都转了。哦。哎，你也聊很粉快炒哦。哎，我看这个猪肉感觉嫩嫩呢。是啊，这个是最好的瘦肉。该不会猪也有养吧？没有，以前有，老公有养。以前有养，现在没有。现在没养了。你平常平常是不当接中下去喝下午茶？会啊，常常。真紧哦。几乎每个礼拜都会见。哦，感情是很厚哎。你讲啊，大白朋友其中看下去，第二是主办人本台家学啦。对啊，真紧哦。我常煮啦，啊，他会当个帮手啊，大家。姐姐说她常煮到哦，就算眼睛闭起来，她都知道怎么煮。比较危险，夸张哦。要表演一下吗？不要。你还记得上一集跟凤雄讲吼，跟炒个板砖料须之后，千夫干落去哦，我妈差点让人打死呢。就是这一步，因为结果吼，一定会打红，哎呦，天天啪啪啪啪啪这么响。你个蛋糕，你又在拍你啊？啊，发现其实讲开料哎，还讲是啊，几尾讲。饭你来肥啊！不过你就会讲会分吧。系啊，系啊，我讲哎呀，我讲哎，人家讲讲就会上来听讲啊。好，然后咧，诶，再擘开。这些料倒下去混合。诶，其实做事情懂细心呢。你是不是有洁癖？还好啦。第一要好吃啊。讲下。你有黄豆？那这个没关系啦，没关系，我可以吃哎。好，我的太帅了。营养哦。来上一集拍的家里还是我家？沾吗？两下就会够沾吗？要加一点。别忘了你的灵魂。嗯，等一下，我非常期待个头就起落鸡啊，各种。哎，点点头就啊，上回动向。哎，一点点就。等一下。哦，灵魂秘密武器来了。哇，那个好赞哦！太油。哎，没关系，我们可以吃油，因为其实好的油多吃对身体也好哎。小心烫不？酱油。那个声音我要听。好香哦。这个是上色又上香的步骤。对，哎，莫干胡椒粉啊！哦，对哈，对哈，还好你提醒哦。他敢晋升了哈！不求烟哦，我就讲一年消耗5公吨的胡椒粉。真的真的哦。好了，好了，要放弃了。哦，等一下，我转到看伊煮板砖来哈。哎，烫板砖。哎，好，该要先过去哈。好。
哈，你要变成耳猴的呀、啊？你要板条摸线筒糕哈？不用，这个板条直接就可以吃的，它有不同的板条，就是专门直接吃。好，阿里阿好，那保鲜膜会怎么干呢？保鲜膜先垫上去看看，是不是会不会成功？用我塑形啊，你点一个前后，哦，可以这样卷，应该刚刚收口。好，这一卷就要先卷起来，往内卷。对，往内，再来。哎，戳，要往后拉，不是、啊、你可是，不是，你这个就要往后这样拉，这样子。哦，嗯。但我发现观众应该在看你的那个手指甲。对啊，他因为他的手很漂亮。哎、欸，我可以请师傅帮他吗？对，师傅比较有经验啊。师傅可以看一下怎么切会比较好。超人出现了。来了，美女最喜欢看到超人哦。他还是破掉了。师傅需要超人啊！哦，师傅，我们是表熟的啦，你要摸熟了。妹，师傅，你有现款两片吗？师傅，你现款两片啊？对啊。出事了。嗯，出事腾讯来哦。我们要把师傅的想法。是，我们就吃那几个就好了。对，吃那几个就好。像记得两下板条门梯系嘛该？熊浪呀。全部卷进去，就是跟外面买的一样，對對對，吃的时候抽出来。芷玲姐这边很安全，可以近一点。哎、欸，对啊，芷玲姐，其实你可以讲话。卷起来了。又我、哦，好漂亮。又我。哇。哦。好厉害，好厉害。好专业哦。甚至。先看看，好，应该是那个要先吃一下。来。有没有什么东西？很少有看到急诊室两位主治医师。出现不是那个收口的地方，我们可以做个面糊，然后给你两片软毛。所以切哈冲掉没黑，改变的缝发直接的。嗯嗯，这样你就把它立起来，然后再铺一点角肉上去。好，春浩的摆盘是够不拿这喽。这个时候我要讲一件事情，团结真眼黑的丢。嘿啊，他们只要团结起来就某事。嗯，人是如此，板条没黑按钮。你在讲板条啊？对，我还以为给龙虾嘞，团结。啊，刚也成功去吼！来！哇！完工喽！我太开心了，我可以。安家的。我要喝很大碗的汤好吗？拜托，汤圆没有那么多。阿姐，满意哦，因为板砖的哦，它是全糯米吗？对。哇！那讲食材哦，来问一下，小青马姐。嗯。我们湖口人呐、啊，还没食过板砖的时节咯。那是甜福，我的脆就白很好选。哦，板砖糕就因肺小蛮好，咋个弄个？北京人喜欢吃糕板砖，板砖糕。三个人呢、啊？哎呀，莫怪要想中啊。对啊，来在吃的时候呢，加一点点的酱油或胡椒粉会更有。很好，就梅托哈，我去。我等下可以用。凤梅啊。可以用这碗吃吗？哈哈哈哈哈。酸喽，吼。天朝马上款是都酸。是。六。八。七六五四三一日，去见多马上去吃吃看那最白米一罐奈不卡米西卡赞的喽。好，两组呢拿出去家个本店，伊咪也系最白米一罐呢。先来吃试一下，你风吹用下个解油做个油葱酥。做出来给客家扮演，而且吃吃看呐！哇哇，我完全等不及呢！我真的等不及，哇，真的好香，好香！哦，哎，你要通透很香咩？真材实料，也就是客家扮演上瘾的素材，一层一层的飙出来的米汤，佮最背面的佮用下个像个快脆天香啊，负责粉佮来甜面，真浓赞的，真的太好吃了。那大家吃光光了。嗯，我是 take you。小金鸡做娘板，给咪做诶？当好些，当好些吼。你当袂煮板先？可以啊，常常煮。咩蛋肠好些听听，然后就会完全来阿婆的美食，因为阿婆也还摸菜咧，所以阿婆的味道真的是没办法取代。姐姐，你们赶快讲一下，不然我需要卫生纸了，快点。汤圆的话，就是咬出来口感真的很好吃。婆婆，我煮板砖不一定要学吗？会啊，会哈，有一样吗？客家的拿手，差不多。差不多，动火血。那芷玲姐呢？你觉得？我不会煮，但我会吃，我可以跟你一起。大家吃。对。哦，所以要板砖哦，其实动虫饶节。好个板砖的时间就听我圈糯米，但是有一种坚持是，就算个河粉又掉烂烂了，他还是坚持要做卷。就是我们姐姐，我们一起来品尝第二美食。好，来，还有这个海蜇皮，哎，绑蛋馅，凉拌。其实我这一段卷得很好，哎，其实是蛮好吃的了。
它的酸的味道很入味。你就给两位炒的等候。因为它的香脆占了主要的味觉，它的味蕾还有用香脆来带出来的。有一些冷的嘞，我说其实冷盘没买，然后是唔会吃那一个样的，因为好吃吗？我觉得咸菜很好，很好吃，咸菜好吃哈。喝了这个两种咸菜的公款，帮自己最后加分拉票。我们的咸菜口感真的很好吃，真的啊，还有那个海蜇皮也是很入味的，对啊。哦，子玲姐你觉得呢？我觉得就是海蜇皮可能换一下方式去做。要感谢我们的两位大师啊，救我们，感谢。哦，真紧，就师傅的天寿吼，老台家吼，昨天做到红，哦，动金都会金红。我躲在师傅，哦，娘班都会拼富呢，啥啥来看哦。好，金肿瘤都在神奇波黑娘班呢，超人师傅抢本本书。哦，咱最得到一份，最末一份抢看一下阿菊师傅。耶！恭喜恭喜！超人师傅抢贡品。那一份烂腿一份诶，精神可会讲，真的坚持到底，坚持，不管怎么样，就是要卷起来，运通哪一精神啊？酸菜子，整件动我身，好炒都动我身，有咪有咪咪、如果把它改成炒诶，炒板条可以听，懂想你，好哦。好，我阿菊师傅来讲评咯。哦，那么问粉推料片呢？吼，几个客家嘅韩版人，当好是一个香味，还有香菇啊，那个香菜跟芹菜，一个香味中的出来。哦，来当好是料到料理啊。南推料片呢，嘛当好是有个酸味就够哦，就是很开胃这样子啊。不过从师傅讲嘅，做得来炒半条会较好哦，感谢。好，不错，来今日甚至已经出来，行喺东港车菜市场，按三万强下来，必须分享料理，马上出来颁奖咯。耶耶耶耶耶！好，今日比赛成绩已经出来耶，风吹得到三分，南吹得到一分，先来恭喜风吹得到三千的元的加彩金，恭喜恭喜！南吹两百个奖品没动好，不应动心点，第一张是两张日本清亮不锈钢杯，谢谢。还有都是很贵的哦，清亮砂锅，全部你留到，恭喜恭喜！希望你。希望你好了，摸一下了。好，其实我们看到冯翠亮的姐姐哦，两百参加的心情啊，规个甘肃娘的老太太讲。感谢两位主持人到两位出事，俺出色的出事，谢谢你的评分，谢谢谢谢。恭喜！谢谢谢谢。小Kim姐哦，老年母鸡踢罢了就得到第一名，呀，甘肃娘版老太太分享一下。哎，先生，我老的小姐讲，你莫打到最末一张转来当见笑。这个老公啊，在第一名哎，我打第一名嘞。好啦，那你快过来聊哈。好，好，好，谢谢，谢谢。恭喜啊！好，再过来让南水的阿姐哈来访问一下，今天参加这个比赛的心得跟感想。我今天来参加，让我心情很开心，学到很多东西。真的以后有机会还是会来参加。好，恭喜恭喜！好，看到指定阿姐哈，今天是听一百来第二次来，有什么不一样的感觉吗？其实要感谢你们要给我这个机会，那我是想说拿这个锅子回去认真一点做菜，下一次我要得第一。好，加油加油！恭喜！感谢呢各位观众朋友你们的鼓励，希望老娘不开好米西啊，你在海港有嘛烧烤烧掉啊，露骨黏泥啊，希望老太太分享一把亚洲黑的青海平台本来都要到 B 的做青来发币哦。嘿啊，所以五十号歌错到个天书记天不会读嘞，喊出来来到现场强下来比赛搞游戏哦，欢迎大家强下来报名参加。一家之主等等你强下来要到 B 的大都是分享我们卡的好米西，喊你拜再见，拜拜，上来了，喊我来哟，一定要对，谢谢。